要这咽空镜收术后，需要怎样护理呢？第一，术后平呕味儿，一般术后平呕味儿4到6个小时，可以起到压迫止血的作用。要检测生命体征的平稳，反射时保持脊柱的稳定性，一般采取主持反射，2个小时反射一次，观察双下肢的感觉和运动，以及大小便有无异常。在1到3天呢，性肢体抬高锻炼，并鼓励患者尽早下床活动。下肢肢体抬高实验由小角度逐渐加大抬腿的幅度，并指导患者四头肌、股四头肌等常收缩锻炼，每天2次，注意观察针孔敷料有无疼痛、红肿，每日消毒并更换敷贴，饮食以清淡、多糖水而富于营养，忌油腻、煎炸食物。3到6天呢，以加强以上锻炼，增加下床活动时间，巩固锻炼的效果，增加康复的信心。应注意敷料的情况，饮食以轻薄为主，多食蛋白、高热量、以纤维素的食物，不瘦肉、蛋类和乳制品。7到14天开始腰背肌锻炼，增加腰背肌的力量，增加脊柱的稳定性。开始采用5点支撑锻炼，2周后。